新京报报道啊，黄辉涉嫌严重违法违纪，接受上海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评论：小官儿没啥好说的啊，朋友，不小了，在我眼里看来，这都高不可攀的高官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评论的朋友是什么身份。假如真的如他所说是小官儿，那也有很大的大事儿啊，朋友，是吧？因为在就是在你眼里，他不就是个马仔吗？啊，这些个人不得了啊！你想想，上海区的啊，一个区长，他上上走走到哪里去？他再走走到哪里去？是吧？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副区长，上海市公安局。长宁分局局长，这个官儿可真的不小了，非常巨大了啊！籍贯是上海的，71年1月生人，在职大学全日制中专，了不得了，出大事了，朋友，不是小官儿，这都是顶天了啊！